喂，慧慧，我的乖女儿，哎，那个顺风哥哥去接你，接到了吗？哦，好好好，那你们赶快往这儿赶啊，我在这儿占个座啊。好好好，见面再说。哎呦妈呀，你吓死我了。你还吓死我了呢。那个先生你好，请问几位啊？好几位。就现在就我一位，我是来占座的。啊，有预定吗？不预定不让进呢。让进，你不预定不是也进来了吗？您坐这儿行吗？行行。好。哎呀，谢谢啊。啊。啊。看不懂。啊。姑娘。嗯。你这儿有没有全世界最好的咖啡？有啊。太好了，待会儿我要请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。待会儿上吧。好嘞，那您先坐一会儿啊。开模。开模。啥叫开模？姑娘。哎。除了咖啡还有啥？有干果，58一盘。58？多大盘啊？就这么大。盘太大了吧，58也太贵了吧。哎，先生，您可以办一个会员卡，等你下次来消费的时候就便宜了，48。我向你保证，绝对没有下次。买半盘卖不卖？卖呀。多少？38。你数学是不是不及格呀？58一盘，半盘是29，你半盘要是38，一盘就是76。大哥，您是会计吧？我就是个打工的，这都是老板定的价，您要不？不要。哎呀，先生，您的咖啡好了，请慢用。这干啥呀？这不你刚才点的吗？我啥时候点了？我刚才问你开模，你说开模。开模。我以为门口那摩托你要挪一挪呢，哎呀，差点绊我个跟头！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就放这吧。多少钱呢？420。多少钱？420。怎么这么贵呀？这是最贵的咖啡了，你不是说要最好的吗？行了行了，哎呀，待会儿客人来了给他喝，哎。先放这儿，待会儿凉了，他来了以后给他热了，放上来。那先生，您要喝点什么呀？我自己有。给我加点水。先生，我们这是咖啡馆。那咖啡不是用水冲的吗？给加点水呗，水还要钱呢。水不要钱。要不要加点柠檬？要不要钱儿？免费的。加。多加点啊。姑娘。啊。别那么抠，快点，加。多加点儿，你看你。真是不够意思。先生。你是加了个盖儿啊。哎，先生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女儿喜欢柠檬，我给她留着。哦，先生，您这喝着免费的水还带着免费的柠檬，那你也不能拿走呀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勤俭持家是吧，该省的省，该花的花。该省的是省，我看你也没花呀。你看你，勤俭持家是咱们的传统美德。另外一个，这个父母对待孩，你想，你小时候你爸咋对你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呢，父母对孩子，咋了你？我想我爸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孩子孩子，别这样，
明白了吧？全世界所有的父母都是为孩子，知道了不？嗯。所以说，你理解哦。嗯。大哥，我看在你是一个好爸爸的份上，这事儿我就不跟你算了。一会儿我再给你拿一个。你一定会幸福的。谢谢大哥。爸爸。哎呀，我的女儿，来来来，快坐快坐快坐。哎，顺风哥哥呢？在外面找车位呢。哦、爸爸，我好渴啊，这什么呀？这咖啡。我可以喝一口吗？不行。为啥呀？这咖啡啊，跟中药汤子似的，特别苦，别喝。小妹妹，姐姐好，你要喝点什么呀？我想喝点咖啡。喝啥咖啡？大哥，您闺女想喝咖啡，你就让她喝一口呗，这你也不知道。你是她爹，我是她爹。我跟你说，这咖啡啊特别苦，咱们呢要勤俭持家，要学会吃苦。爸爸，您刚才不是说这苦吗？这让我尝一下啊。我说反了，不是她呀。这苦咱吃不起，太贵了。多少钱啊？420。这么贵啊？啊、哦，你说这咖啡吧，爸爸这么大的嘴，我要喝一口，你的一双小鞋就没了；我要喝两口，妈妈的一双小鞋就没了；我要喝三口，那这杯咖啡就没了。420就没了？那姐姐，我不喝咖啡了。嗯。喝水，放点柠檬，姐姐给放的。哎，拿了一个，回家呀，给你切成片泡水喝，又解渴又败火。我先给放下来啊。哎，那小表几点了？现在啊，4:20了。4:20了？嗯。你先喝。哦。姑娘。嗯。今天有什么别人来吗？有啊，我们早上8点就开门了，就有人过来了。啊，不是，我就说4点钟左右，就是我来这前后，有没有人进来，就是特别有艺术气质的那种？就您这么一位。除了我之外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您，谁还有艺术气质啊？不用你夸我，姑娘，嗯，走了走了，啊，人家不来了。咱们走吧。哎，别别别吧，你给人打个电话呀。打啥电话？人家这些人啊，你不懂，他要不来就是拒绝咱们了。听顺风哥哥说，说这个老师收学生特别严格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人家不多咱这一个。咱们走吧。行，那咱回家做饭去。做饭，走。来，给我，我拿着。嗯。哎哎，从这边，这边。哎，您别走啊。柠檬，对，还欠咱一个柠檬。姐姐，哎呀，什么柠檬呀？您的咖啡还没给钱呢。不是，这咖啡退了吧？大哥，你别逗我了，你点都点了，还怎么退啊？不是，我是给客人点的，客人没来，退了呗。不是，你都点了，我没法退。按一半退，那一半钱我出啊？不是，我们真没动啊！你动没动的关键是你已经点了。哎呀，姐姐，我们真的没动啊。那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，要不然叫我们老板吧。爸，要不咱就把钱付了吧？付了，两双鞋没了。那怎么办啊？你这样。你叫你们老板来，我跟他对付对付。好，我们老板不在。叫你们老板娘。我们老板娘就是我们老板。那你们这有管事的没有？除了你之外。有，我们老板娘的丈夫。那不就是老板吗？大哥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们老板娘才是我们老板，我们老板娘的丈夫他不是老板。叫他，叔叔，叔叔，哎，叔叔，明月，怎么了？跟顾客吵了吗？那个，你好，这老板像不像爸爸？真像。
你好。哎呦，你好，请坐。好，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叔叔，这个客人呢点了我们这儿最贵的咖啡，说要等一个特别重要的客人，但是客人没来，咖啡也没动，说要退了。我们真没动啊，大哥。那就退了吧。你说退就退啊，问题是我们。你不要了就退了呗。你看看人家，你就是老板。不不不，这是我太太开的。哎呀，你退了。叔叔，420，真退了呀？人家顾客不需要了，必须给人退啊！啊，这到了都可惜了。谁说到了呀？嗯，帮我拿两杯。好，先生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咖啡啊，我喝过。口感非常的好，来都尝尝，我请客。好啊，请坐，尝尝。哎，这个，我真不好意思，我有什么不好意思，请吧。爸，这咖啡真好喝，一点也不苦。咱们俩，一人赚了一双小鞋儿。哎呀，这车位是太难找了，这车位啊。哎呀！你咋才来呢？你跟吴老师都聊上天了，都喝上咖啡了。对、啊，来，不好意思，请坐，请坐。什么吴老师？啊？你们互相还不认识啊？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著名的钢琴老师。爸爸，你喝啊。吴老师。哎呀！完了，我的小鞋没了。你的小鞋没了。吴老师嘛，小鞋没了，对不起。哎呀，别，下面别这样，请坐。对不起。哎呀，别说对不起，吴老师，我可真不知道这是你开的咖啡厅啊。不，这是我太太开的。姑娘，赶快上咖啡，我请客，给吴老师上。上几杯？吴老师能喝几杯？上几杯？不，咱不说咖啡的事儿。这个，哎，这就是你给我介绍要学钢琴的。对，这是我小姨夫，这是我小姨夫的女儿，我的妹妹。哎呀，对不起，你说我吧，早就来了，我一直以为你是来喝咖啡的，所以我就没出来。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了，也真不好意思。误会了，那是。你给我个资料，说他女儿弹钢琴。对，那个录像。哦，对，是他弹的吗？这都骗你的，老师。是，真是的，是孩子弹的，是吗？啊。老师，你这有钢琴吧？啊，在这儿，让他试试行吗？请吧。好孩子，机会来了，好好表现。好。看来今天的咖啡我请了。行了，算了吧。啊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吴老师不轻易收学生的。啊，哎呀，慧，你别冲孩子呀！哎呀，你怎么回事？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啊！爸爸给你起名叫慧，你现在越来越不会了。弹的是什么玩意儿？爸爸，我觉得我今天弹挺好的呀。挺好的，人家要请咱喝咖啡，啥意思你知道吗？就是送客。你呀，回去让你妈收拾你。大哥，吴老师，对不起，耽误你时间了。对，吴老师啊，对不起，走了。等等，这孩子我收了。他说什么？吴老师说这孩子他收了。吴老师，我没有听错吧？没听错，这孩子条件非常的好，功底也扎实，是个好苗子。谢谢。小姨夫，我跟你说，这可是个奇迹呀！我跟你讲过，吴老师从来不轻易收学生，他一共收过两个学生。真的？啊？哪两个？朗朗，第二个呢？李云迪。
这两人是什么人呢？把我女儿撒成这样。小姨夫，我刚才说的这两位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钢琴大师，都是跟吴老师曾经学过的。不不不，都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。哎呀，吴老师，你那是谦虚。孩子，听见了吗？钢琴大师都是吴老师教的。好孩子，你真棒。爸爸，我不学钢琴了。哎，怎么了你？学费再高，爸爸妈妈省吃俭用，一定把你培养出来。爸爸，咱们换个老师吧。怎么回事？有爸爸呢。爸爸，我虽然喜欢弹钢琴，但是我们不用找老师，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学。我不想看到你和妈妈为了我这么辛苦，连咖啡都舍不得喝一口。爸爸，咱们走吧。你等一下。孩子，过来。放你过去。孩子，谁说老师要收你学费呀？啊，这个孩子的学费全免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哎呀，小于凤，怎么到关键时刻你老听不清呢？”不是，吴老师说孩子的学费全免了。吴老师，不行不行，我可以的，没问题。你就不用客气了，我收学生从来不考虑学费。重要的是看孩子的素质。你是个好父亲，培养了个好女儿。今天是你们给我上了一课，我很感动，谢谢。慧慧，今天老师就给你上第一堂课。好，现在上课。老师好。慧慧好，请坐。